年，全球多地出现登革热疫情。近日，广州市已出现了登革热本地病例。登革热是经伊蚊叮咬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。每年的五月起，中国进入登革热流行季，八到十月是发病的高峰期。人们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登革热？记者邀请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进行解答。登革热的高峰期是跟着蚊媒密度的高峰期一起到来的，所以目前为止的话呢，也是进入了一个登革热的流行季节。媒介伊蚊的密度呢，主要是受气候、降雨和人的活动的影响。目前我们的气温也是很适宜蚊虫的活动和滋生。近期雨水较多，就会形成大量的一些小积水，这些小积水呢，就会成为蚊虫的滋生地。同时我们的人的活动啊，也是影响了蚊媒的密度。像我们平时的话，我们很喜欢养一些富贵竹之类的水生植物，如果我们采用这一种防蚊虫的这种养法的话，它就能够杜绝这个蚊虫的滋生。在蚊虫防治里面，发动群众开展翻盆倒罐等爱国卫生运动是非常重要的，群策群力才能够把蚊媒防治好。专家介绍，预防登革热从控制伊蚊着手，倡导市民要积极行动，翻盆倒罐清积水，减少伊蚊幼虫的滋生。在这个流行季节，我们需要的做的就是防蚊灭蚊和预防蚊虫叮咬。在我们的家居环境里面呢，我们要减少这些小积水，避免它们成为蚊虫的滋生地。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蚊帐、驱蚊水、蚊香等等这些防蚊产品。在蚊虫活跃的时期，我们要减少外出，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，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涂抹驱避剂、着长衣长裤等防蚊的措施。登革热为自限性疾病，绝大多数患者5到7天可以完全康复，但有基础疾病、免疫力低下患者可能会发展成重症。若怀疑感染登革热，应及时到医院就诊。登革热是可防可治疗的疾病，在登革热流行季节的话，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，包括发热、头痛、肌肉酸痛等等，我们应该及时就医，并告诉医生我们是否有蚊虫叮咬，是否有登革热流行区的那个旅行史。据了解，广东疾控通过幼虫密度布雷图指数法 BI 和成蚊密度幼蚊幼卵器法 MOI 对媒介伊蚊进行风险监测，为制定科学的登革热防控措施提供依据。媒介伊蚊监测的指标呢，为预防控制登革热提供了依据。它通过这些科学的监测和评估，能够掌握和发现预警这一个地区的登革热的传播风险，从而为我们制定这个科学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。